来庆祝咱永安乡啊出发65周年，以及福安宫280周年的这个活动。咱的那么永安乡会当讲历史悠久之外，最近这几年来，在神将还有观众手都有非常活跃的表现。一批让观众的马英安虾，而且卡布猪肉跟咱新增观众手这个班罗非常的无同，也当讲非常的无同这个表演起来从无有力从无有力。来庆祝着咱的中班老师来到现场，各位，我们看到他们这个飞手的表演，飞行脚步都非常的从容有力。那么这个人体的艺术也非常的细腻跟细致。为着台湾庙会文化的艺术，在天母、在南雅甚至在我们北台湾南北二路都非常的认真努力在耕耘。这个耕耘非常不遗余力。今天在我们新春大拜拜之前，大家都可以看得到观众手的表演，但是我们永安社表演的板路跟我们新庄的板路又非常的不一样。
看得到咱这个中枪的老师，这个中准二将啊，我们的中枪的老师哦，这个中枪非常非常的漂亮。谢谢我们主家来啊，这个加上新代课，感恩谢谢来加上。好，请帮我们最高。通常呢，我们在看相声表演，这个中间啊，这个压三车的，人讲矮胖跟美胖哦，这个就很重要了啊，漂不漂亮，看他的身形法步就知道，非常的认真在练习啊，气势非凡啊，空无有力，空无生风。是将，这个就是将，哦，孔武有力，文武生风，如神降临，真的是很漂亮。看永安社的将就知道，非常的专业跟卖力。哦，真的，这个三叉非常非常的漂亮。我说红花都要绿叶来配哈，我们的绿叶非常的敬业，非常的精彩。大家的营造，才让我们的中将，这个中准二将，栩栩如生。来，赶快捕捉精彩的画面！哇，只有这一刻，非常非常的漂亮。好，请帮我们推开，谢谢。这是红灯光猫喜羊，我把身体变优良，峰回得正不屈膝，我哥打到这优脸，阿在红腰种啥呀？种在小妹落江天，落得江天两米天。接下来我们的中班老师们啊，要准备脚力，今天的任务来宣告成功圆满，所以待会他们会有一个带神的脚力的活动的一个仪式。那你可以看得到他们融合了台湾戏曲的啊四功五法身形法步。金红，刚才开成交，两个妈祖，心通天灾，包括有名，刚好消灾，让你老祖妈心意很黑。来，这边先帮你放开，来，小心小心，慢慢的，慢慢的，慢慢。每个细节都非常的认真，每个细节都非常的讲究。
你看一下那些中班老师啊，非常辛苦，真的很帅哈、哦。掌声在鼓励下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唱这首歌，你们给他安排了。各位今天的表演只是小菜一碟哈、哦，我们在后天，咱三位弟弟，咱的天天宫妈祖牛牛，即将要来办理平安吊敬祝福大殿，跟大家来听幕，会有更精彩的来自北中南，还有东部花莲。哎呦，掌声再鼓励一下好吗？哇，他们已经展演了非常多的阵法。真的是非常漂亮的景象哦。好，接下来恭迎献歌。掌声再谢谢欢迎安霞艾特队，谢谢由我们俊伟、俊扁、俊宇、俊廷阿浪姐姐啊，用安霞他们帮助来感恩请上。好，
非常感谢咱淡水金莲宫，我们青龙宫调理保护三千岁，咱九班同仁非常感恩，谢谢。小心，注意安全。来，咱列车老师来准备来中央升架，来顶天升座。今仔日咱非常感恩来自咱淡水北投郑永彪，来主持人这边捡到一只手机，赶快摸摸自己的口袋，白色的，我到了，宝贝，你的手机要顾好。哦，我们扛轿的交班同仁，谢谢辛苦了。勇气气来恭迎咱的魏尊生，祝你无负三千岁，登天成佛，进入。在妈祖生日啊即将到来的时节里面啊，能够说非常的喜气洋洋，谢谢大家今天共同莅临来到我们现场，待会我们会有一个团拜大典，欢迎大家今天在礼拜天的时光一起来拜咱的妈祖牛牛啊，我们提早啊待会要来进行一个团拜大典，再次出来。